今天教大家做个绳子手柄，你一定用得上。先将绳子中间对折，打个反手结，这样使绳子形成一个大的绳圈。再把从河里灌上来的水放在中间位置，然后再把其中一边穿入另外一边，调整下使绳子居中，再用穿过来的这个大圈在手掌上绕几圈，圈数可根据绳子长度或需要来决定。绕好后调整一下，使绳子两边均匀。这时将一边逆时针扭一下套进去，另外一边顺时针扭一下也套进去。一个简单的手柄就做好了，这样我们拎东西就不累手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别忘了收藏起来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绳结知识。